是释迦牟尼佛，顶礼为首，智慧王首，引领传正道，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悟尽见闻得殊智，圆寂如来真实意，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学习，这个潜心引导文，正在讲五种大圆满嘛，其中现在讲的第四个，就是自如身教，原文里面是这样说的：金光身教注意事，存诸于事。但如果自己没有，步入佛门。那么自相续依然不能得出教法和正法，就像是太阳虽然高高在这个天空当中，但是对于盲人来说呢，是这个无理无害啊，就是或者说是到了这个海边呢，自己不应用这些这个水的话呢，就是这无法这个解渴一样的。首先都讲吧，我们这里虽然前面的这个处于这个阴界当中，然后佛也已经这个出世，佛法这个佛宣说佛法，教法还没有应母啊，就是上面的这三个因缘呢，就是虽然已经这个具足了，但是最关键呢就是自己要如以这个圣教啊，自己一定要这个皈依，然后呢有这个出离心和各方面的因缘具足的话，那就是去这个出家。如果这方面的因缘不具足呢，就是受一些这个这个五戒啊，就五戒当中的所有的戒律都不能受的话，那就是其中部分的这个戒条也应该这个受持。还有呢，就是进行这个文思修行，这样的话就称为这个佛教徒。如果你自己呢，就是根本没有就是步入这样的这个佛教啊。那这样的话，虽然这个佛法的这个教法呢，就是已经存诸于世，然后呢，这个佛教呢，就是激起这个心生，但是你自己没有这个屈辱佛门的缘故啊，这个佛法的这些无量无边的智慧和大悲心啊，对你的这个心来讲呢，就是绝对不可能就是任何的这种这个作用啊。比如说一个非常这个好的这个学校啊，学校呢就是在这个旁边，就是老师们呢就是讲课，然后学生都在每天的不断的这个学习。可是如果有一个这个孤儿呢，如果你去的话，那就是这个学校也会受的，但是你自己呢就是不愿意就是去啊，整天的是在学校里面也好，学校外面一直这样这个玩着的话，那就是我们懂道理的人看到，哎，这个孤儿真的很可怜了，就是他多学一点知识，对他的一生当中来讲是有非常大的意义，就是、会这样想的。但是他个人来讲呢，他认为是可能是他的这个生活是自由的，他的生活是应该是就是最有这个价值的，可能会这样的。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自己呢，就是没有这个如以这个佛教的话呢，绝对就是对这个人呢就是没有利益的。现在我们这个出家人的身边呢，就是很多的就是不信佛教的这个人，在家这个佛教徒的一些身边的话呢，也有就是无量无边的，有时候真的看到了就是这个这个茫茫人海当中的就无量无边的这些这个迷失方向之啊，然后以自己的人生相比较起来的话呢，那自己觉得是很这个荣幸的，很有福报的啊，这么多的这个人当中呢，就是自己有了这种这个因缘呢，就知道了这个佛教的这种取舍因果的道路。那么如果你真的没有这个这个屈辱佛门的话，那就是这里面讲的两个比喻一样的虽然呢就是这个万丈光芒的这个太阳啊，就是照耀于整个这个光大无边的这个世界，实际上的无量无边的人呢，就是已经接受这个阳光的这种温暖，可是对于有些这个天盲者盲人来讲的话呢，他就是早上这个就是这个阳光就是这个照射大地的时候呢，他也就是见不到的。
然后晚上这个太阳这个落叶西山的时候，他也就是对他来讲是无利无害的，一直是一种这个黑乎乎的这种感觉啊，就盲人都是就这样的啊，就是就没办法的。我们世界上的人也是这样的，佛教就是再兴盛的话呢，对他来讲也是无所谓的。佛教机器随摆也好，佛教的整个这些这个状况在他面前呢就是现实有无的时候，而自己呢就是一无所获，就是一点就是感觉和感受都是啊没有的。或者说我们有些这个饥渴的人，就是在这个河边呢啊，就是自己干涸而死一样的。虽然这个河水呢就是非常的清澈，可是呢就是对这个人自己来讲啊，就是一点就是意义都是没有的。因此我们呢啊，一方面呢啊，就是大家就是既然有了这样的这个殊胜因缘，我们身边呢就是还有千千万万的很多的就是这种这个糊里糊涂的啊，时间从时间的角度来讲呢，有些可能有学问的，有地位的，有这个这个钱财的等等等，但是呢实际上就是从乃至长远的乃至生生死死的这种这个道理来这个思考的时候呢，就是他们都是非常的这个可怜者，迷茫者。因此呢我们要这个发起这种就是广大的这个心啊，尽可能的就是帮助这个身边的一些，哪怕是这个一个人的这个相续当中啊，升起了一瞬间的这种这个悲心或者是这个出离心的话呢，我们要这个全力以赴啊，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就是要这个长期的要永远的要发这种这个心。如果有了这样的这个发心的话呢，很可能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因缘呢，就是在这个出乎意料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会这个实现的啊，就是你不管是到哪里也好，或者住在这个何处的时候呢，应该用这个佛法的这个无比的这种智慧来尽量呢就是帮助别人呢。有缘者的话呢，就是通过种种方式来就是驱逐这个佛门，就是这是对他人来讲呢，就是的确是利益很大的啊，就我们对他人。如果是跟他就是安置也就是很这个就是高的这种地位也好，或者是赐给就是居多的一些这个财富的话呢，实际上人们这是一种这个收获，这是一种这个恩德。但是呢真正从重视这或者是来自这个我们的长远的这个轮回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帮助他端出他的这种恶行啊，就心慈散发的这样的这个力量和作用呢，是最广大的啊，就是最广大的。所以说呢，我们首先要应该了解，就是自己呢，就是驱逐这个佛门呢，就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啊，就是非常重要。然后现在说这个驱逐佛门的话呢，就是应该是也有两种啊，就是一种呢，就是不是很究竟的，就是是真实的一种相似的这个佛教徒；有一种呢，就是是真实的这个佛教徒。那么。什么样的两种呢？就是如果进入了佛门，也是为了精神的消灾去病等，或者是因为呢，就是害怕来世恶趣痛苦。那么虽然已经这个皈依佛门，但法呢，就是只能称为是救啊，就是救不之法啊，就救不之法。人也可能呢，就是真正人不可能就是真正的去入正道。这是我们经常呢就是讲那个这个救位啊，就是救步之法啊，就是意思就是说呢，虽然这个人呢就是通过各种这个因缘呢，就是已经这个进入了这个佛门啊，就进入佛门，但是他佛门的目的呢他这个踏入佛门的目的呢，并不是为了这个解脱啊，因为他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就是出现一些，比如说这个感情上的这个挫折，或者是这个身体呢，就是不健康，出现种种的这个疾病，或者呢，就是他的这种生活呢，就是没有这个出路啊，就是没有这个收入啊，等等种种原因的话呢，极个别的一些出家人也是实在是在社会上是无路可走，就是最后的话呢，只有这个选择这一条路的啊，就是开始这个入于这个皈依这个佛门啊，或者是说为呢，就是去这种病痛呢，就是逃避吧，就是就开始就是去到这个寺院当中。也有一些个别人的话呢，听到一些三知识，或者是看了一些这个有关的书啊，之后呢，就是知道说，可能来世的时候呢，会不会堕入到地狱恶趣这个地狱旁生这个恶鬼的恶趣当中这个去，所以呢，自己非常害怕，就是寄生当中去这个皈依。但是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是精神这个害怕的
啊，就出现种种无缘。一个呢就是来世这个害怕的，这是为了呢就是驱逐这样的这种痛苦或者是危机，就是这样啊，为了这个救护啊，就是自己而这个皈依的。因此这样的这个皈依呢，就是并不是真正的这个皈依啊，就是不是真正。现在实际上呢有很多的就是就害怕呢就是出现一些事情，就是所以呢就是去这个寺院里面操办啊，或者是在上师面前办皈依证的，目的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是并不是呢真正的这个驱逐正道，这个一定要清楚。现在我们有时候呢很多国家就是说是佛教徒有多少这个千万呢，多少百万呢，在这样说的时候我就担心呢，就是有些人可能是真的是相似的这个佛教徒，他虽然已经通缉了，也是办了这种这个证了，但是内心当中的话呢就是害怕出一些这个违缘呢，然后呢自己在个相似上呢就是就开始这个皈依啊。我都有时候看这个坐车的时候呢，很多出租车的这个司机啊，就是在这个车里面挂着这个观音菩萨的这个像啊，然后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像啊，然后问他就是你为什么挂这个，因为我害怕出这个车祸，就是所以呢为了不出车祸而这个挂这个，听说是观音菩萨很勇的，就是。然后我们有时候问你是不是佛教徒，我是佛教徒，你为什么这个皈依呢，因为我特别害怕出一些事情，别人说是我这个生命很短的，就是所以我为了这个昌叔呢就是二这个皈依的，就是然后真正这个皈依的一些发心呢，就是目的都是没有的。当然这个也是暂时来讲呢还是这个有这个必要啊，就是有这个有这个必要的，就是所以说这是这个一种这个驱逐佛门的方法。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如果单单为了今世的这个丰衣足食等，或者是仅仅追求来世的这个人天乐果，那么也便是皈依了这个佛门啊，就是即便是皈依了佛门。皈依这个入佛门呢，这个法呢就是只能成为是这个山远之法啊，就是那么这个修行人的话呢，就是也没有真正的这个驱逐正道啊，所以说呢这个叫做是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山远之法心啊，就山远之法，这也是不是很好的就是意思就是说有些人呢就是为了寄生当中发财啊升官啊，或者说这个什么这个健康啊，就是自己这个为了获得一些这个就种种的这个名声啊，就是子女啊等等，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目的。有些人的话呢就是为了就是来世呢就是获得这个什么天人的果位啊，上帝的果位啊，或者是为了这个合适呢就是变成这个富贵之啊等等，就是这样的目的呢就是开始这个归入这个佛门。但是这个呢也不是很这个究竟的啊，就是实际上呢就是这些都是这个怎么说啊，就是暂时是佛陀也是太虚的啊，就佛陀也是说这个给我们这个众生呢，因为这个欲望比较像啊，通过就是他自己的这个所往的这种方便方法来让这个众生呢最后这个归入真正的这个这种解脱道啊，就是古大道经常呢就是说这个这个什么贤以欲狗就是什么贤以欲狗牵合理入佛智就是先呢就是用这个欲望的这种故就是来这个牵引他，然后呢就逐渐逐渐的让他呢就是一定要驱逐真正的这个佛道。可是现在有些人呢好像这个前面的这种这个欲狗呢就是已经这个够上了，但是呢后面的真正的这个佛智呢一辈子当中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摸着的，就是一辈子当中呢就是没有摸着的，就是这种现象呢就是比较多的，就是所以说我们呢一定要了解就是要了解，就是暂时的这个人天福报的话呢就是不是究竟的这个过位。现在世界上是很多很多人呢就是为了这个平安而这个皈依佛门。我熟悉的有一个人呢就是他怎么讲也是死为了这个解脱而这个皈依的话呢他就不想我想想我现在就是住在家里面叫平安很重要的我两个孩子大的那个要找到一个好的对象，小的那个呢好好的读大学然后我自己也平平安安的然后我老婆的话呢也身体不好，经常呢让她就健康还有她的爸爸妈妈也经常内部发脾气，然后还有我的爸爸妈妈等等等，反正好好平安平安就可以了，慢慢等
然后我说这样也可以，但是你还是究竟呢要像一像那个就是街头啊，就要像这个街头，这个很重要。不，街头没事，街头没事。我只要这个这样平安就可以，街头没事，不求，这些都不求。真的有一个人这样的，所以这些都是什么？不是真正的这种这个，这个皈依啊，就是皈依佛教的，就只有真正的认识到生死轮回皆无是意，为求解脱的而屈辱过门，才能呢，就是称得上是真正的入道者，或者呢，就是说这个佛教徒。那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啊，我们自己什么是佛教徒，大家应该好好的这个，观察自己啊，就扪心自问，只有这个真正的认识到轮回啊，就六道轮回，大家应该清楚啊。六道轮回的话呢，全是有辱祸在，有辱呢就是罗刹柱，有辱呢就是这个宝剑力呢，就非常的这个可怕痛苦啊。所以这样的这个轮回就是苦海当中的话呢，让我和这个一切众生呢，就是永远就是逃离，永远呢就是解脱出来啊，就是一定要获得了这个佛菩萨的这种果位啊，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目标呢，就是才这个皈依这个佛门的话呢，那这个人叫做是真正的佛教徒，或者叫做是入道者，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那现在我们依靠这个上师们的这种加持和这个恩德吧，就很多人修行的过程当中可能有种种情况，但是从理论上从道理上的话呢，大多数的人呢就是应该比较明白啊，就比较明白什么说真正的这个佛教徒呢，真正的佛教徒就是要在整个这个轮回当中，人间也好，这个当然三恶趣里面的谁都不会羡慕的，然后天界也好，还有那个这个飞天也好，在哪里都觉得以后再不要有这个转生啊，如果有个转生的话，那就是肯定不是很好的。那天有一个人跟我说啊，这个如果有一个下世的话，那就是我就什么什么就。后来我有点生气，就是我说你学佛这么长的这个时间当中，什么还有这个下世啊？他说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肯定今生能解脱，就是所以说我万一有下生的话，那意思就是说我万一就是没有这辈子，就是完全就是荒损成就，就是所以我的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发心的时候也是，我如果我有个下世的话，那一般时间上的一些人就是如果有下世的话呢，什么这个如何，好像这个这是另一种这个预计啊，就是另一种预计。但是我们佛教徒呢，就是像如果我这个一生当中没有得到这个解脱的话，那我下一生再继续修行，再离开这个整个世间，就像寂寥园里面所讲的一样，真的从这个牢狱里面已经这个逃脱出来一样，就是对整个轮回呢，就是有这样的这种这个这个看法，而且才算是真正的这个佛教徒。否则的话呢，我们很多人呢就是有些人说不要说佛教徒，我是这个出家人啊，就是如果跟他说是你不是这个佛教徒的话，他就非常这个生气的。但是有时候呢，也不一定是这个出家人是真正的这个佛教徒啊，虽然就是外面穿的这个三衣袈就是袈裟，然后就是头发也就是剃的这个光光的，然后呢平时呢就是行为啊就是住在这个寺院当中也好，信用三宝的这个财产，可是呢从内心当中的话，还要就是特别的这个羡慕世间的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法啊，就心里面根本没有像一种这个解脱的这个意念啊，就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人，长期的是以这样的意念不断的就是产生是有一点的这个困难，但是真正的有些修行人的话呢就是偶尔呢就是几天当中的话呢我要想解脱，就是这个轮回呢没有任何可羡慕的，没有任何可叹的，应该要升起这样的意念，否则的话呢就是他好像从出家的一直到这个很长时间以来呢，从来都是没有想过超离这个世界啊，这样的话呢肯定不是这个佛教徒，不是佛教徒的出家人是到底是什么样，不是佛教徒的这个居士是到底是什么样，所以说我们应该有时候要真的要这个观察，不然的话呢就表面上的是自己也认为是，不要说我是这个出家人，我的境界是很高很高，但是我们不谈就是非常这个高的这个境界啊，看我们到底是不是佛教徒啊，这里面佛教徒的话呢就是这个要求啊就是比较这个严格的，因此呢
首先是我们要这个学习这部这个前行啊，真的是这个意义非常大的。如果这个道理不懂的话呢，就表面上呢，就看起来是这个人就是特别这个精进的，但实际上呢，就是自己的所作所为的是根本呢就是做不到什么，就是属于这个大乘这个佛法就是的一些这个教义这个啊，就是。这样呢，就不合理的。所以这些，这个虔信的这些语言呢，我希望呢，就是每一个人呢，不要就顺便就是度过去就可以了啊。就是你就度一遍呢，就是应该这个好好的思维啊，一段一段的，就是详详细细的，再三的，就是与自己的这个相续呢，就是这个结合起来观察啊，这样呢，就一方面就认识自己的这种这个过程，同时的话呢，以后自己呢也该怎么做啊，就是会就变成了你的这个修行，这个道路当中的就是一盏这个指路明灯了啊，所以呢。我们这次啊，就是详细的这个学习这部前行呢，的确是有这个必要的。哎，有些人觉得说啊，我是高僧大德，我是这个大学生啊，我是这个学历那么高啊，就是像前行那么简单的话，我还有必要学吗？啊，恐怕是不行的。啊，我们实践人的这种这个学历啊，就是这些都是不算什么呢。啊，真正这个前行里面讲的有些精解的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如果有信心有精进性的话呢，可能是这里面的这个境界呢，就是可以在你的这个心里面就是可以出现的。如果你没有精进和没有信心呢，虽然表面上看呢也是什么就是这个学识这个渊博的，然后呢德高望重的，但是呢内心就是与不与这法能不能相应呢，就是很难说，就是希望自己要再三的这个观察，这并不是就是往外面就是观察的这个法，就是应该每一句呢就是与自信呢就是进行对照啊，就进行对照。那么下面第五个就是说这个三智是以色说啊，就是色以色说。虽然已经皈依了佛门，但如果三智是没有这个摄受我们，也得不到什么这个殊益啊。就是虽然这个怎么说啊，就是佛法也已经具足了，然后呢就自己也已经归入佛门了，已经办了这个皈依证了，然后呢在这个寺院里面也好，居士团体当中呢已经名字已经登上了，然后自己也已经认为是啊，我是这个皈依佛教徒啊，从什么什么六月二十五日早上七点钟皈依的，时间都是记得清清楚楚的，但是你详细当中没有什么，就是再过这个多少年的话呢，就还是原来的那个人呐、啊，就是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就是要有善知识来摄受，如果善知识没有摄受的话呢，当然你这个心里面发这样的意念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利益的，可是你自己的相许呢，还是得不到这个什么的这个利益啊，尤其是对佛法的教育啊，就是可能是这个一窍不懂的啊，就是根本就是没办法就是了知啊，就没办法了知。所以在般若色颂当中也这样讲，佛法界以三智是功德身主佛所说，就所有的这个佛法的话呢，依靠这个三智是而就是得到的，这一点呢不是一般的人实践人这个说的，是一切功德的这个居住者，就是这个大慈大悲的就是佛陀释迦牟尼佛，他这个亲口这个说的啊，就是他这个亲口说的，所以般若八千颂里面也说了，就是说是若这个菩萨摩诃摩诃萨像那个于的这个无上这个正等正觉，必先与三智者恭敬称持而一直之，就是就必先与三智者恭敬称持而一直之一直之，所以说。就一定要有这个这个佛陀的这种怎么说啊，就是这个三智是就是一定要依止，如果你没有依止的话，那就是佛的这个真觉呢也不可能得到的。还有我们以前也应用过华严经里面呢也说了，就是说是这个佛要什么这个佛法无人说虽鬼莫能掉啊，就是佛法无人说虽鬼莫能掉，虽然这个这个佛法的话呢就是这个佛法的话呢，就是如果就是没有这个三智是来跟你宣讲呢，虽然有些人是很有这个智慧的，但是呢，依靠自念
啊，就绝对是不能这个政务的，绝对呢就是不可能就是自己这个通达的，就这一点我们以前也讲过很多，因为呢这个佛经呢就是浩瀚无垠，神教呢就是多之又多，所知无穷无尽呢，假设没有上师的这个窍诀啊，就不会呢就是终结诸法的要你而加以修持。就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个佛教就是经典也好，论点也好，就是这是浩如烟海的，无量无边的啊。这个神教也那么多，论点也那么多，经典也是，然后世界的这个知识所知啊，所知的话呢，就是也是无穷无尽的。如果没有上师的窍诀的话呢，我们怎么能看得到？比如说，我们就是去一些大的这个佛教的这个书店里面去了啊，就真的是就是上师的教院没有的话呢？就根本不知道是到底是我卖什么样的这个书啊，大乘、小乘、藏传、南传、北传，就是以前这个我都去过什么香港啊，就是什么那个美国也是美国纽约啊，就是那些地方有个特别大的一些佛教这个书店，到了里面的话呢，就是就好像不知方向的，不知道买什么书，就是表面上看起来一个个的书就是非常的这个就是非很就发奔是非常的这种好看，就是然后呢自己要到底这个亲什么样的发奔，就是很难说，就你全部亲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了上师的教研的话呢，所有的这些经文和这个教典呢，就是内容都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上师的要诀来自己这个念书。如果没有这一点，有时候真的就是就很难啊，就我看我们这个大藏经的话呢，就是也是那么多啊，就是一般这个乾隆皇帝的时候的叫这个龙藏吧，就是那个龙藏的话呢，就是应该是从那个雍正开始，就是当时雍正呢应该召集了一些这个王这个国王里面的一些大臣啊，还有一些汉地的和尚啊，还有那个藏族的这个喇嘛，就是大概是130多个人呢，就是利用这个6年的时间呢，就是到后来就是乾隆皇帝就是个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这个完成的啊，就总共是应该说是724行吧，就是大概724行，它那个真藏部分的话呢，就是有这个485啊，就是485行，然后虚藏部分的话呢，就是239行，就是有这么多的就是全部都是应该是比较这个完整的，就是700多行，就是非常非常多的。然后像那个就是汉地，就是大藏经全部加起来都是可能有这个20多种啊，就是20多种，其中还有一个叫做是那个雍罗北藏和雍罗这个南藏啊，就是那个的话呢，就是大概也是有636行。啊，就是636本，就是非常多的。然后我们经常就看的那个大正藏啊，就是大正藏的话呢，就是大概有100本左右啊。其中它那个真藏的话呢，就是好像有这个55本。然后这个虚藏啊，就是虚藏的话呢，就是应该有这个30本。然后别卷的就是其他的一些什么目录啊，就这些大概有15本吧。就是这么多的话呢，我看我们初学者呢，就是一看的是那么多的这个法本呢，到底是看哪一个？就是如果没有上师的这个教研的话呢，第一转法轮好，还是二转法轮、三转法轮好？就是然后南传佛教的话，还是北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的话，你就就无理于你，就是根本不知方向，就非常麻烦的。但是如果有了上师的这个教研的话呢，就是要发心的时候呢，就是要发菩提心，就是所有的事。然后呢，这个行持的时候呢，首先要出离心，然后出离心的基础上呢，要这个利他心，然后呢，要抉择这个空性，就是以这个无二慧来这个抉择。其实这个显宗当中是以这个无二慧或者是中观来说，密宗当中是这是自知自明的这种这个心的这种本体呢，就完全这个通达或者证悟啊。大概是以这么几条当中的话呢，所有的这个大藏经也好，论点也好，我们这个藏地的是也同样的这个大藏经里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100多行这个经文，然后轮主当中的话呢，就以前说这样的一样的，就是200多行。还有藏地这个高僧大德做的，有些这个一个高僧大德他做的是将近要上百个这个这种上百行的，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些呢，全部都是归根结底，就是你可以在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的基础上呢，就是破这个一切这个我相、人相、法相等等的，就是这样
那一种这个修持啊，就是非常这个圆满的。所以说呢，真的是这个上师的教言如果没有的话呢，你不一定这个皈依，但即使皈依的话呢，你根本就是不止方向，你依靠自学和依靠自己的这种力量呢，真的这个学习呢就是很困难的啊。就我的经常这样想，上师如意宝啊，就是当年就是没有这个摄受我们的话呢，我们不一定就是这个皈依，或者是这个不一定出家，就是即使出了家的话呢，就像现在世间人的有些这个出家人一样的，就是表面上看他跟这个很不错的，就是这个威仪很庄严的，但内心当中的话呢，好像也跟这个在家人没有什么差别，就是没有动什么，就是没有动什么，就是可能会变成这样的。所以说呢，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这种这个感恩就感恩其实广东人说是广恩广东人不要生气啊，广恩你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到了这个上师的这个窍诀啊，就是确实很重要的。如果没有上师的窍诀的话呢，我们就不会就是懂得这个结合经论的要点和自己的这种这个怎么说啊，就是这个性呢，就是融合一体二这个修行呢就不会这个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就确实佛法有了也不行，自己皈依了也不行，一定要有一个善知识来摄住。这个华满论呢，就是那个戒律华满论当中呢，说是什么60岁也孩童，什么就是后面意思就是说呢，即使你这个皈依了60岁，但是你没有教理，就是不教理不懂的话呢，你还是跟那个孩童没有什么差别，就是一定要一直上师啊，就有这么样的这个教言，就是所以一般这个戒律里面来说，如果你没有完全通达那个三藏的话呢，就是失恋当中呢，就是要这个一直上师，然后失恋以后呢，看你那个学的怎么样。如果学的可以的话呢，那么就是当时就是不离场就是离开上师，就是自己弘法利生也可以。如果你学的不行的话，那还继续一直现在我们不用现在这样把头发剃了，就第二天就做了，就没有什么的很多出家人也是这样的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医治你你说我怎么医治我你这样把我这个头发剃了，就是拉着这个剪子很方便的，就是然后剃完了以后，就第二天拉着包就做了，就拜拜了，谢谢了。就时间就是这样的。现在这个就是他自己也像是没有什么，就是不需要医治什么。当然这是一个就是心事而已。所以说呢，真正的一些善知识的话呢，要长期的医治。就像我们实践的一个小学要读的话呢，起码原来我们读的是5年了，就是现在的是6年了。6年的话呢，小学的这种这个水平呢，就是然后再过了这个什么中学，什么就这样的话，要这个9年义务教学。所以我们出家人和我们这个学佛的人呢，就是不受这个9年这个佛教教育是就是。到不到就是一般的很标准的一个这个佛教徒的这个可是现在很多人呢，就是可能并不是很这个提倡的，就是应该需要就是这个佛教的这种基础这个教育就这个的确是不能，尤其是不能离开这个上师我们学院当中的话呢，有些法师和有些道友呢，长期的是住在这个学院里面，就是问思修行的就我看我们这里极个别的文种的人呢，就是已经十几年了，将近20年了，以前也是这样的，现在也是每天都在这个问思修行，很随喜，真的很好的。如果你没有这样长期的这种这个环境也好，你的这个金刚道友的这种熏习的话呢，我们凡夫人的不好的这个习气呢，就是特别多的。你到一个道场里面，或者在一个上师面前呢，这个蜻蜓点水般的，就是在那里住几天呢，就是消住一会儿，然后就第二天离开的话呢，恐怕是不是以前那个布玛摩扎和迦那斯扎，就是在我们这个密宗当中呢，看他们的历史是这个500世当过半智达的人，但他们也是在。就是看这个21年一直上师或者是9年就一直上师
这样现象上是这样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凡夫这些众生的话呢，就是可能大多数都是以前在这个轮回里面，就是尤其是在地狱恶鬼里面，就是刚刚出来，然后你好不容易有一个一至三知识的机会啊，可是第二天就是不愿意的。当然你一至三知识过程当中的话呢，可能是有点这个辛苦啊，有点累，就是缺乏没有一个快乐的。但是这个时候呢，一定要要这个长期的有一种耐心，就是有时候我们这个学院当中的一些成绩比较好一点的，然后戒律清净的，人格非常好的话呢，就是像离开学院的时候，我都劝过他们最好不要离开。不要离开的时候，他们自己呢就是认为这个好像是不是他个人有个目的啊，那我过一段时间我会来帮你发心可不可以啊。一方面我们是并不是像是你给我什么发心，但是你自己的话呢刚学不久啊，就然后这样离开的话呢，不管是居士还是出家人，有时候呢你就到了这个社会上的话呢，又跟这个原来的这种这个贪嗔痴的经济就是融入一体了啊，就你就没办法就是自拔了。所以人这个俗现呢就是不能离开这个三智识啊，就是确实不能离开三智识，这一点就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啊。其实一至三智识的这些道理的话呢就是应该在那个华严经呢就是华严经，就是这个法界品里面呢，就是讲的很多的就我们这个密宗里面的一些这个内容啊，就是都讲的是一模一样的比如说三灾童子一直那个文殊菩萨，就是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于三智识三巧方便无间过失就于三智识三巧方便无间过失，不要见这个三智识的三巧方便，就是见到这个过失，就这是我们密宗当中要说是对这个上师呢，就是观这个清净相，就是观清净相，就是一模一样的就一模一样的，一定要这样呢，就是才能就是得到就是自相续当中的一些这个利益。还有这个三灾童子一直那个观世音菩萨，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三智什么三智识这是如来。就是三智识这是如来，三智识这一切法缘，三智识呢就是诸功德藏就三智识这一切法缘，三智识这个功德藏就所以我们这个藏传的一些密宗当中的话呢，就是说把上师呢就是看着这个佛，把上师呢就是看着这个法的来源，上师看着一切功德的来源。其实这并不是是我们藏传佛教的极个别人的一种这个密宗的这个说法，就是绝对不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要真的是就是让这个获得就是上师的这种这个加持知识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一至三智识不能就是离开的当然凡夫人都是像是这样想的一开上师以后的话呢，我肯定就是自己很自由了，自由的时候呢我肯定有成才的这种机会，就是但这个呢就是就像是幼儿园的小孩子就是套穴的时候的想法一样的，就是当时呢就是他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美好的这个愿望我就是在学校里面套穴的话，那肯定我卖一个很好的玩具到时候我过得如何如何的这个快乐就是，但实际上是这是一种这个愚痴的这个想法，就是所以一至三智识的时候呢，就是要长期一致才有这个真实的收获。那么下面这里面讲了一个阿底峡尊者的这个故事就是为什么说是上师的教养和上师的摄受那么重要呢？从前阿底峡尊者来这个西藏的时候，有这个科欧卓三人曾经呢就是向尊者这个请教过一些这个问题就是请教问题。那么一个修行人就是需要获得戒脱或者是编制过位的话呢，这个经论教典是非常重要呢，就是上师的这个窍诀就这两个当中是哪一个就很重要。就是他们这个问的问题呢就是比较这个尖锐这个阿底峡尊者呢就是在这个印度的时候依靠这个多摩的这个授记就是说是你到这个西藏的话呢，你前世有缘的这个三护主的化身，有三位弟子呢就是一直瞪着着你，你一定要就是前往。其实三位护主呢，观世音菩萨和文殊菩萨和还有那个这个大势至菩萨就是那个金刚杵菩萨。那么这三者呢就是这有些历史当中说是这个科欧卓三者呢，其实这个三护主的这种这个化身就是科雍仲索斯尊者而我乐比修的，还有什么那个中敦巴别为你救你，我用藏文来念不能用这个你
啊，这三者的话呢，啊，其实是这个跟阿底峡尊者啊，就是生生世世的是有这个有缘的啊。以前我讲过吧，就是有那个住持这个文大陆和还有一个这个弟子文大陆，然后阿底峡尊者呢啊，就是回答就是中东吧尊者就是提问的呢，就是叫这个住持文大陆就是。然后那个克和欧他们两个这个听闻，然后阿底峡尊者就是回答的，就是这个叫做是这个弟子文大陆的。现在这两个文大陆的话呢，全部都是在这个噶当文大陆，就是叫这个噶当文大陆，就是非常大的，就是这一部书里面呢，就是全部都是讲一些修行方面的，有时候也讲了一些他们前世的时候呢，就是什么样的这个因缘，怎么样这个求学啊，就是讲的非常这个精彩的，就是我都以前像那个翻译过，但是呢一直也是没有这个时间呢，一直这样这个拖着，不然的话呢，里面的很多这个修行上的窍诀，就像我们讲的那个扎嘎山法和什么开启修行门扉的内容，就是比较这个像是大概是20多年前吧，就是我在那个马尔康一个寺院里面叫文格寺，在这里面呢，就是当时这个大概有20多个僧人，就是僧人的不多，就是给他们安居，就是给他们传法。传法的时候呢，每天下午呢，因为我上午传法，就是下午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个弟子文大陆和那个。什么那个这个注释文大陆就是拿来就是在那个森林当中就是看书啊，就是非常的这种这个舒服。因为那个时候的话呢，我也是这个刚刚这个出家没有几年了，就是出离心非常强的人。然后现在看呢，那个就是这个路过的时候啊，就看那个森林和寺院的时候的是心里就是很舒服的。因为当时的这种对怎么说噶当派的这些中东吧阿底峡尊者他们的一些行为呢，就是非常的有这个信心啊，就有信心。但回来的时候我一直没有时间看，就是这个这两本书是非常好的，这里面的是一直这个讲就是他们这个就之间的一些师徒之间的生生死死的这个殊胜因缘啊。可能我们这边很多的这些道友都是记者，法王如意宝也是以前经常呢就是讲那个这个阿底峡尊者和那个中东巴的这种这个因缘啊，然后这个克尊什么那个我拉比歇的这种这个一些这个因缘啊，就是经常讲非常这个精彩的这个故事。其实阿底峡尊者来到这个藏地的时候呢，在这个康曲那一带呢，就是主要是这几个吧，就是在那个维藏那一带的话呢，像那个大义寺这个仁亲宗啊，还有那座慈政殿啊，还有那个香气谷，什么叫菩提光啊，就是当当就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大弟子。阿底峡尊者在尼泊尔也有非常出色的一些弟子，印度的话呢就是也有许许多多的一些班智达。然后来到藏地以后呢，主要是跟这个中东巴尊者和他们几个的这种这个弘扬佛法呢，就是极其的这种成功。现在你看过了这么多年了，但是我们这个和人的话呢，真的听到他们的教言，听到他们的一些这个窍诀之后的话呢，虽然是语言很短，但是呢对这个心里面的这种作用啊，就是相当就是大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应该要就是了解就是上师的这种这个重要性啊，就是上师的重要性。那么他们三者之间的对话呢，已经说明呢，就是这个一智上师和上师的窍诀是非常重要的。当时呢，就是他们三在这个，他们就是三个人呢，就是问那个要解脱，或者说是我们这个就是脱到边者的过位的话呢，精通所有的经轮重要呢，还上师窍诀重要？然后尊者就是不假思索的说，当然是上师的窍诀是很重要的啊，就是窍诀是很重要的。然后这三位尊者呢，就是又问道，就是这是为什么呢？你看精通教养还是很重要的，上师教诀有什么重要的呢？然后尊者又不断的给他们回答说，其实对就是读诵啊，其实读诵传讲三藏无所不知，对诸法的法相呢就是无所不晓。但如果实地修持的时候不具备上师指点的这种实修科学，就会造成真法与人啊互相脱离的这种积聚啊，就讲得很清楚。即使你已经通达了这个三藏，以及所有的这个玩法的这个法相啊，就是全部，就像现在有些什么事件的一些
文学家，或者是我们这个学一些辩论和移民的一些这个寻史者啊，他们的话呢，对这个所有的这个发生的事，就是就讲得特别特别的这个清楚，就啊就就所有的这个，比如说色法的发生，什么云无云的发生是如何，所有的这个万法呢，就是讲的就是就处处是道，就非常这个精彩。可是呢，如果上师的这种巧诀不懂的话呢，你不管是这个移民也好，时间的利润也好，讲的再怎么样这个天花呢，就实际上就要是你修辞的时候怎么修呢，哦不懂啊，就没办法的啊。就前一段时间我们这个学员呢，就所有的这个僧众啊，就闭关就是大概是可能就20天左右吧。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有些以前呢就从来没有修行过的人呢，就是每天都是这样憋着，就很累的，就是就最后的哎呀，这个修行的时候呢好不好过啊，就是讲法还可以，就是我都遇到有一个法相师，就是他说哎，讲法还可以，不管让我讲移民也好，讲闲观状的呢，我还是这个可以的，但是要闭关的时候不知道，还是讲了这么多年很惭愧哦，就是有些真的这个从来都是没有这个实修的话呢不行的，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上师的这个窍诀的。你理论上是一定要精通所有的理论，但是这些理论呢，要结合自己的相续的时候呢，一定要依靠上师的这个窍诀。否则的话呢，实际上是有这么多的这个论点，这么多的这个经典，那这些都是全部我们短暂的一辈子当中啊，魔法时代的一辈子当中，全部要这个修的话呢，就是恐怕是这不现实的。所以说呢，他这里也讲的就是说是如果没有上师的这个实修的口诀的话呢，就会这个称为法就是法，人就是人啊，人呢就是根本接触不到法里面的这个东西。如果我们像前行这样的这个法呢，融入这个心里面的话呢，那具体自己怎么样修啊，怎么样发心，怎么样入定，最后怎么样回向，就全部呢就应该会清楚的。所以说这个上师的窍诀很重要。然而这个三通们呢就是也是刚才那个三位尊者就是继续的请教到，说是如果完整的归纳上师的窍诀啊，就是这个口诀的修法，那能不能呢就是概括为这个勤行三种律仪，为三门呢就是勤奋信善呢就是最后这个那上师的所有的这些窍诀啊，那不是说所有的上师的窍诀，如果归纳出来的话呢，就可不可以包括在这个这个小乘戒、菩萨戒、这个迷尘戒，就是三个戒律呢，就是极为清净的。然后圣口语呢，就是日日夜夜的是勤修善法，就是。那我们表面上看到的是，所有的上师窍诀也应该可以就归纳在这个窍诀当中。你看戒律那么清净，然后圣口语都是心智善法的话呢，多好啊，就是就非常好啊，就是可能这样讲。但是这个尊者呢，就是阿底峡尊者呢，就是说是这样开口还是不足够的，就是三通们就是又继续问到，就是那这又是为什么呢？就是这只是很麻烦啊，戒律清净和三门都是心智善法的还不足够啊，怎么还需要什么？所以说尊者呢是这样回答的，他说即使。就即便是三解疏忽的勤勤静静，但如果对三解轮回没有就是升起厌离心，仍然是轮回的因啊，就是修这个这个小乘戒和菩萨戒和还有这个迷尘戒就是一尘不染，就是修得非常这个清净的。可是你这样的这个疏解的目的呢，如果没有就是以这个处理性设置的话呢，还是这个轮回的因啊，就是不能就是逃离这个轮回的啊，就是即便是三门日日夜夜就日日夜夜勤勤恳恳的奉行这个善法，奉行善法，但如果不懂得将三个会向圆满菩提，那么三法也会被颠倒的分别念一扫而光啊，就如果那个日日夜夜的就是勤勤恳恳就开始生刻意就身体呢就是天天的是磕头或者是打坐或者呢就是一直在这个佛堂里面，就是从来都是不离开，然后课里面呢不断的念阿弥陀佛念这个观音心咒或者说就是念一些金刚经等等等等，心里面的话呢就是尽量的这个心智散发，我要念经我要什么这个打坐就是一直在深刻意的是就是
心里面没有就是生什么贪嗔痴，然后身体呢没有做什么这个一些不如法的这个行为，口里面也没有说，就是表面上看到这个修行人是真的很不错啊，就是你看戒律仪清净的，然后三口仪都是全部融入在这个心发心上面的话，那多好啊！可是呢，如果你就是最后就是天天都是闭关，天天这样修持，但是你没有就最后好好的这个回向，没有一菩提心来摄持的话呢，很有可能最后呢升起一个大嗔恨心啊，原来的这个好几天好几个月当做就是好好的这个心持的这些善法的话呢，恐怕是一个嗔恨心呢全部一扫而光了，就是没有了啊，就没有了，就很可惜啊。有时候我们有个别的一些居士的开法会啊，就是念什么这个十万个佛号也好，百万佛号也好啊，就一个月当中都是闭关啊，非常非常精进。回来的时候呢，就是跟这个坐车啊，就是坐车的时候呢，就开始跟金刚道友就是打架吵架，然后骂得很厉害的。原来辛辛苦苦的一个月的三根全部都一扫而光了，没有了。一扫而光是一个什么辣椒的名字是吧？是吧？是什么？他们说这个很好吃，一扫而光。然后什么人？饭扫而光啊？不是什么？饭扫光，饭扫光。那如果这样，这个恶分别念的话，那善扫光，或者是饭扫光。真的，现在就是很多人都不会这个回向了，不会这个菩提心来摄持，很可惜的。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道场里面呢，看起来很精进的，就是闭关也好，修禅也好，平时他这个很苦行的，可是有时候认的这个分别念，就是一来了以后，他可能以前把三根呢，就是没有保存来，没有来得及保存啊。就这样以后呢，最后真的就是全部都没了，就是不但没有了，而且还有这个积累一些更多的这种罪业，就是所以说真的上师的窍诀，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啊。如果懂得了上师窍诀的话呢，上师再三的做了，你做了任何善法的时候呢，你要这个节奏的时候呢，要这个回向以菩提心或者以。什么这个会想大乘到来，就是就摄持啊，就是我们把钱就是已经好不容易赚，就是有了一笔钱的时候，你要离开的时候就把它好好的锁在保险柜里面，或者是存在银行里面，然后呢就这样你这个卡没有掉的话就可以了。如果卡掉的话呢，就是到时候也可以这个种种方法来就可以。所以我们如果有会想来摄持的话呢，你原来的这种这个所做的这个三根呢，一直是来自菩提国之间是就是可以就是。就是存在的，就是这个很重要的。但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哎，说纵然已经具备了智慧超群、戒律清净啊，就是讲经说法、观修境界等一系列的功德，但如果没有摄起啊，实践办法，一切所谓也只能成为现实的圣迹，而不能呢，就是获得这个合时之道啊，就是来时之道。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呢，就是这个人的戒律也就是清净的啊，就是然后这个智慧也这个超群，而且日日夜夜的这种这个修行就是境界的字就是就呈现种种的一些这个瑞相，然后给别人讲经说法，各方面就是觉得啥，这是真正的这个人才啊。有时候的人才看不出来啊，他讲的多么好。现在实践人也有两种人，有一种人的话呢，在这个领导面前也好，在这个其他的同事面前，就是讲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这个好。其实要做的时候的话呢，就是什么事情都做不烂。就是原来我们附近的一些县城里面，就是有一些老师也有这种这个情况，让这些老师呢，就是到这个教育局呢翻译事情的时候呢，觉得是我的这个将来的打算什么呀，我就是如何就讲了很多的这个道理，但真的要让他待的时候呢，就没有，就是所以我们实践人当中也是有，修行人当中也有这样的，表面上看到这个智慧不足，人格不足，修行的境界不足，什么都可以，但是内心当中呢，就是没有这个看破世间呢，就是
就目的全部都是为了这个金舍的一些名闻名扬啊。那这样的话呢，他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这个金舍的一些神迹而已，根本呢就是不会驱入真正的合适的这个解脱的道。这样一来呢，原来你的智慧、你的清净的戒律、你的将近说法和修行的这些境界、啊、全部都是就是没有这个用上。为什么我们实践当中的话呢，有些修行人是很成功的，主要内心当中呢有看破这个境界的，不管是名利也好、利益也好、财力啊，很多都是很淡的，就是一心一意的是真的向往这个解脱的啊。实践上是有这么一部分人，有一部分人的话呢，表面上看呢做的还是我们这个学院里面的话呢，有时候啊就是培养一些法师的过程当中呢，都有这种这个情况，极少数的呢就表面上看到很不错的，但是最后呢就是不是很成功的，这种也是有的啊。所以就是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群体当中的话呢，100%全部都是这个就是非常这个圆满，就这是也很难做到的。所以我们这里一定要就是自己要向大，就是上师的这个窍诀多么这个重要。如果上师的窍诀没有的话，那就是不升起处理心，三动戒律也没有这个用的。然后呢，如果你没有这个菩提心的话，那就是日日夜夜这个深刻以三门清净也是不能用的。如果你的这种这个没有看破啊，就是没有这个看破，没有这个为解脱作为目的的话呢，那就是你的这个戒律也好、智慧也好，这些都是不能用的。但是这些我们一般的人呢，根本不知道。一个那么多的大藏经、那么多的论点当中的话呢，我们让一个人自己去翻了多少？一个文学家他自己这个翻阅，就是最后也是不行的。鲁迅先生都是翻到这个佛经，最后他知道是就是极个别的经典啊，这个很好很好，就我开始要这个画签，就是在哪里这个可以印啊、可以刻啊，就是那真正的一些窍诀呢，就是没有啊。就如果有的话呢，他们这么聪明的人的话呢，肯定里面就是会得到更高的一些这个境界啊。就我原来随便写了一个文学就是巨匠啊，就极个别的文学巨匠的一些这个见解方面的这个剖析啊，就是我觉得是现在很多明星和很多一些佛教徒的虽然很出名的，但是真正的上师的窍诀呢就是还没有到达的啊。就说是观胜不息，什么观音心咒呢，就是很好听，所以呢我天天唱观音心咒，可以这样唱也是对中下一个善根。但是呢真正的我们佛教的最深深的窍诀的这个钥匙呢，就是在上师书上。如果上师没有给你打开这个宝藏的门的话，那你只是在外面就是走马观花而已，就是内在的真正的精华呢，你的心里面就是还得不到的啊，知道吗？所以说啊，就是得到上师三智士的色素是非常非常这个重要啊，就是于称一切智，即以善知识，应该真实人里面讲的吧，就是于称一切智即以善知识，什么就是凭借自精进无能称神佛啊，就凭借自精进无能称神佛什么这个盲人意自身不能攀高峰啊，就是盲人意自身不能看高不能攀高峰。所以一般的这种这个人呢、就是根本就是依靠自力来就是自学成才，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但是我们这个佛教当中的话呢，真的是需要这个上师的这个窍诀否则的话呢就是凭自己的这种经济呢，就是能获得这个成就的，这样的事是没有的。所以一至三智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我们要认认真真的观察自己的相学。如果把先小事圆满这18种这个相满已经完成无缺的具足，那么自己的这个人生呢，就成为具备是八相满的这个人生啊。就我们好好的这个观察，看以上呢已经分析了18种这个相满，18种相满的话呢，一个一个的观察自己哪些具足，哪些不具足。如果这18种全部圆满完整的这个具足的话呢，那自己也应该升起极大的这个欢喜心。哎，我获得了人生是真的有意义的。以上的18种圆满呢，就是18种相满呢，就是全部具足。有关这个其他的一些像大圆满这个信息修习啊，就这些教研里面所讲的那样，那种就叫做是珍宝人生，就是非常这个难得的。其中的部分的一些功德具足的话呢，也自己应该这个升起欢喜心。不具足的这些地方的话呢，尽量想一切办法，以后呢就是要这个具足啊，就是要具足。所以各位道友的话呢，就是就是以上啊，就是我们这个
详详细细的，虽然我讲的不好，但是呢华智仁波切这里已经讲的就是特别清楚。我们呢并不是一直一个三知识的话呢非要就是照一个人，就是我觉得呢就如果你们很多人呢就是照不到什么其他的自己这个合适的这种这个上师啊，有一个人给我讲说，哎，我上师啊，我已经照了就是好多年非常合适的与我相应的上师，一直照不到。如果你实在找不到的话呢，你就看这个大圆满前行，把它当作就是你的这个上师啊，就是因为你现在人实在找不到，就是这个法呢就是现在是这个它叫做无尘的上师，就没有尘恨心的上师。一般的上师呢有时候也有尘恨心的，先先生不管是这个古代也好现代也好，很多上师是不是那么好医治的，就是所以说呢你这个无尘的上师呢就是大圆满前行，就是你随时的是这个祈祷就然后呢就是变看，就是那这就是真的这个真实的这个教验，就是所以说呢就是怎么说啊，就是居住这种这个十八种这个现象，就是下曼，就是这是很难得的，然后一定要就是好讲到这里。实修法当中呢，讲，这个观无可心难而修无常，啊，就是观无可心难而无常。这个前心的皈依和发心呢，跟前面一样的。然后我们，这个观想的时候呢，就要想到，无论是，这个高山也好，海底也好，还是在这个虚空当中啊。这个存在的任何一个众生，就是比如说这个动物也好，人类也好，动物里面也是分一些这个水生动物和还有一些这个废弃呢等等，就是所有的这些众生呢，其实最终啊就是没有一个不死的，就是思愿呢不损害的这种众生呢，就在这个世界上是这个没有的。这一点大家应该这个清楚的。然后这个思源的话呢，就是有时候是就似是的，有时候呢就是废是的，就中共的一些这个思源嘛，有些众生呢因为他的这个宿命呢就是完全已经尽了，就这种死亡原因。有些呢就是他的这个宿命还没有尽，就是突然暴死恨死的，就这样的这个众生是非常多的。所以呢损害我们生命的这种无缘呢就是相当多，尤其是作为我们人类而言，人类而言的话呢，那么就是私缘是更多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吃饭也好，穿衣服也好，走路啊，呼吸啊，真的是非常多。那天我们有一个法师，他说我晚上这个一直是身体不好，就是喘不过气来，就是每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自己的觉得是感到很细，我就是因为那个山上啊，就是算是比较这个缺氧还是什么原因，就认为是也许是观度无常太好了，就是因为我们每次这个呼吸的时候呢，如果观度无常特别好的话呢，我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多么稀有啊，就甘当台的弟子们都会这样的，但是我们可能没有这么高的这个境界。总而言之的话呢，大家都是要像从这个从小到现在的话呢，我们都是往那个死亡的这个方向就是迈步。再加上呢，我们这个世界上是我们自己认为是这是可能我生存的因缘，但实际上呢就是都变成这个寺院，这样的现象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宿命呢就是不可什么这个信赖的，不要认为是自己是好像就是非常这个坚固的永远都是不死的，不要这么想。如果我们下去当中真正升起了这种无常观呢，无常观的这种就是这个意念呢就是就是真正升起来的话呢，那就就修行就是肯定会成功的。这是甘当派和所有的我们这个尼玛派的圣师们的教言就是这样的，就担心呢我们就是升不起无常观，一升起无常观的话呢，我们肯定不会懒惰的，不会懈怠的，不会呢就是就随便就是散乱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是寺院众多啊，就寺院特别多的，所以就下面呢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这个寺的，就是这个寺的时间，就是谁都停不下来，你不要说是因为年轻不死啊，所以每个人都是应该这样这个观想这个四季无定。Mm-hmm.